慢慢地又幾舒服咁樣，又幾靚咁樣。我中意啲木板凳咁啊，以前嗰啲車係木頭添噶嘛，啲架條我都覺得好靚。咁唔趕時間係最中意咁，又好似有啲自然風，成日都吹住冷氣車咁。因為長期都忙。係啊，算係好似鬆一，即係鬆下唞下氣嘅地方啦。如果你坐電車，可以係一個同埋艇啊嘛，大佬真係。你話可以鬆下唞下氣啦，但係呢兩年對你嚟講最唞唔到氣嘅嘢係咩？呢兩年最唞唔到氣嘅嘢，可能好多朋友入咗去嗰種咯，同埋成個社會氣氛好壓抑嘅嗰一種狀態。即以前你做啲咩嘢，佢可以即打開天窗嗌曬出街咁樣去做，而家好似各種小心避忌，跟住估估下，佢唔睬你，其實係佢根本就唔想做啊，驚啊，跟住又要各種就住就住啦，即係嗰種模式完全唔同曬嘅嗰種壓抑咯，我諗。所以呢兩最舒服嘅話，好多嘢好似冇辦法再開心見識咁去講清楚，大家想點樣做，點樣去。我覺得我有咩唔灑錢喎？即係純粹，純粹不過我條字好似擺喺自己身上好唔啱咁樣。但我諗下點樣形容，即係 part of the job 嗰種感覺咯。我唔係覺得，我覺得唔需要太 out of proportion。我覺得依件個社會狀態突然變化，大家係好 shock、好震驚、好唔知點樣應對嘅。我覺得件事好嚴重、好嚴重，但係我只係覺得唔係咁嚴重啫。as in 依啲咁嘅，你面對一個極權去爭取民主要坐監呢種情況。同一時間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上演緊，橫跨歷史都有很多時代上演緊。而香港的情況真的差成咁喎，即係我哋要坐嘅監，我哋要受嘅酷刑，我哋要面對嘅嗰啲奇怪怪嘅嘢，係真少過其他地方，少過其他時代嘅人都好多。咁唔係啲咩大不了咯，我唔想將自己吹噓到太偉大或者太過勇敢，唔算啦，係咩勇敢？因為我。你見得太多比你用緊 M 倍嘅人喺度做緊好多嘅事情，咁我自己做開跟中國人權嘅噶嘛，咁嗰啲八九代嚟到而家嘅嗰扎咁嘅事，即係出嚟又出去又咁，繼續做咯，有咩大不了嘅咧咁樣咯，係啊，咁我哋而家譬如我方面對嘅真係好少，做相對嚟講。小學就開始去噶啦，其實，但係當然你小學好啊，中學好嗰種認識係好懵懵懵懵認識啦，跟住我總之政府曬人哋好唔啱嘅，即係好簡單嘅。咁真係去追入去或者真係去讀嗰個歷史，可能都要去到大學嘅。我嗰代咁嘅人，算係生長喺一個比較平穩安樂嘅落工環境。咁你不會去想很多世間疾苦的事，但是就是在六四那裡的晚會那裡叫做初初接觸到原來世界是這樣的，但是有些很喜歡的事情，有些積了幾十年都得不到解決的冤屈和一些苦痛，是一個促使我去政治做一個政治參與的一個起點。所以如果沒有了，是會是一個人來說很可惜的一件事。因為我覺得這個不是我自己，不只是我自己的經驗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香港的年輕的，是都不知道年輕的，就是那個年代走過來的，是這件事是好像是我們人生一個每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日子來的嘛，有一種政治集體的感覺。即我覺得依幾年大家會成日講話後生仔講
香港人身份嘅希望就係2019啦。咁我覺得譬如我自己嗰代可能就係六四啦，會俾咗你嗰、那個你喺一群人入面嗰個嗰、那個感覺咯，或者你會係 proud of 自己係之站之一 A 站喺度做緊啲咁重要嘅嘢，唔係為自己嘅，為咗一啲地方嘅一啲錯嘅事情，我哋都去做呢件事，係咯。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唔好算係嗰啲唔係特別 proud of 自己係香港人嘅嗰種人嚟嘅，少啲逆反嘅，即係覺得誒、哎、又拜金又成嘅個社會啊，又冇乜追求啊咁。但係除咗六四，就覺得咦呢陣係唔係喎？其實好可愛嘅一陣嚟。去年那種是你始終都是一個一呼百應的事情，你一說要搞六四，一說他不批你，你出來叫人用其他方法搞，其他方法支持是很難會完的。今年已經是沒有了那種一呼百應的狀態，反而那種責任會覺得更大了。即係舊年你不做都行了，很多人會去做，今年你怎都要堅持下去，因為其實再沒有人做了，即係形勢係令到大家好灰心喪氣，好多人都覺得乜都唔做得，或者乜都要做曬。而我覺得我哋嘅使命就係點樣保住嗰把火咯。即係我覺得六四嘅燭光喺香港嘅社運圈入邊，已經算係一個好底線、底線嘅組織嚟嘅，即係一個最大嘅良知黑白嘅問題。咁我覺得 keep 住呢條線 ，keep 住呢把火，對成個運動都好緊要。即係對住佢，對於個運動係咪有嗰個氣？去繼續去抗爭，繼續行下去係緊要嘅。咁所以諗嚟諗去係咯，點樣可以幫到個運動打氣，同大家更加少頭咯？即係你一定打係一定要面對噶啦。你點樣應對係會傳到個信息出去㗎嘛？即係形式上肯定冇辦法好似以前咁樣好正正規規、聲勢好大咁去做，咁但係等於冇噶嘛。嗰個種子已經種下，我覺得過去三十年。那個累積三十幾年的累積就真的已經種了一個很堅實的種子，有發到芽，有些都不會那麼容易死的，我覺得。今年好像成見到你，是啊，在媒體裡出現的角色，好，這個有少少被逼啊，真的是怎樣的？咁你咁啊，李卓仁嗰啲入曬去啊嘛，咁之後我黃俊仁又會贏咁啊，你點講啫？咁即係球面上可以講嘢嘅人越嚟越少咯，焗住要上咯。我覺得我自己俾自己嘅定位一直係一個冇位嘅人嚟嘅，即係我又唔係話好有野心，想要喺政治上運到點樣一戰所長嗰種人，從來都唔係。咁件事需要好多人去做，嗰啲。沒人做又我又做得到的事就去做咯，我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這樣的。而很不幸地去到現在這個狀況，就是沒人做的就是出台這件事，今天去補那個位置，其實是這樣的。當然補位，如果你是有100個人可以選擇的時候，當然可以補到最適合自己talent或者性格或者你的位置啦。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是補這個最終的支援位，就是那個是我自己的 background， 有我經驗和專長的東西。現在要補的位置是純粹沒人做了，但是不是我專長呢？我覺得真的不是的。但是都要補啦，要逼自己要學啊，要 去習慣一些對外說話啊，那些做法。我的短板是說話的，我是一個說話不行的律師。但是律師有 很多種類的，不是個個都要是天才無愛的那種人來的。這個是另外啦。但是是啊，我是覺得我對外講嘢係好多時候都會好緊張，即係我唔算嗰種好反應好即時反應好快嘅人，即係李卓仁係好多難 get 嘅嘛，一講嘢就一堆警句咁，我唔得，我組織好耐，一大堆可能都講唔到嗰係咯，咁所以嗰時，但係我唔係特別適合嗰種做場去撲麥去俾到精勁嘅 conclusion 大家嘅嗰種問題嘅，咁但係當真係冇人講嘢嗰下，咪講下佢咯。眼鏡就肯定的啦，
即係咁兜兜轉轉做咩啫？我唔係我唔識嗰種兜兜轉轉講嘢嘅人，唔係嗰種人咯。即係我係諗得咁樣就係咁樣，係我係咁樣講就咁樣講嘅。即係我覺得企得喺依個位去參與政治，最起碼嘅要求係真誠咯。咁所以唔係特別咁咁唔同，我真係咁樣諗，咁樣講。我唔想去。當然應該是盡量地，我盡量地不想去做協助。咁，我覺得一場運動要有人企協助的位置，但是我自己擺位不是咯。即係有些人是叻做 negotiation， 即係叻同各種立場嘅人打交道之後去取中間位咯。我未必係嗰種人嚟嘅，我覺得我反而想去做那個企清位置、講清道理的人。支聯會咁多年都係咁樣噶嘛，我哋係一個講求原則嘅組織嚟噶嘛，我哋係講求，我哋唔係話追議席嘅嗰種政黨，唔係嗰啲啊嘛，我哋只不過係講一個基本嘅事實，曬係錯嘅，要追嗰只眼嘅，民主係啱嘅，我哋係要係要結束嗰種政嘅，即係依種立場企咗喺度，除非你轉政則，你去做翻公民團體建設，如果唔係。你個組織的存在意義就是你要講清楚呢啲道理咯。咁我企得喺呢個位置，我咪做呢件事咯。發啲聲，發啲聲。哈哈哈！哇！哈哈哈！你喺而家嘅香港搞社運，你覺得可以？真係。一直俾人告嘅，咁依種準備唔係而家，應該係依一刻先有噶嘛？就大家包括零九年大家衝出去嘅時候，有好多嘅人都有更加強嘅覺悟準備啦。即係佢哋呢邊嚟嘅內部同最好，或者真係特別嗰啲，唔係十八個月咯，係個月喎，係咪先？咁有呢個準備咯，真係。而克服恐懼係一步步去試。即係你個恐懼會放大到佢連佢唔禁止嘅嘢都覺得唔做嘅。咁你以為佢禁止嘅圈係咁大，咁咪逐步逐步減翻埋佢咯。逐步去試我出嚟擺一擺架就，我行出嚟跑個長跑，睇下係咪可以將呢個黑恐懼克服到咯。咁但恐懼係要靠行動去克服。如果你就係一直咁樣驚到你喐都唔喐咧，你只會再驚落去。咁所以對香港嘅前景。我咁目前我都係一個我哋自己要創造出嚟咯，而呢種創造出嚟係要點講？我會覺得香港人咁多年係成日俾到我十塊錢。雨傘又好，或者一九年又好，其實你以為呢啲令到好低潮啦，唔會有人出嚟講噶啦，放翻條例冇人理噶啦，跟住又會出嚟。所以你話我對香港前景可能都仲有一啲好虛無縹緲嘅信心，可能就係嚟自於我對香港嘅人係有少少打唔死嘅小強咁嘅感覺嘅。佢哋而家話我哋曱甴啊嘛，嗰啲，但係佢係曱甴就打唔死嘅喎。咁我會覺得大家適應一輪，你係要時間適應嘅，即係國安法嘅質量太好啊都好，係要時間適應，要點樣去抗爭，點樣去行，係要再諗，但係唔會打死嘅，係啊。